大家猜猜看，这台相机在拍什么景色呢？让我揭晓答案，倒数三、二、一，这是仙境吗？究竟这是什么样的仪式？为什么我们要在镜头前语无伦次、挤眉弄眼？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Moraine Lake。现在几点？现在10:04。车票是10点到11点的。你为什么要选择早上8点？10点就 OK 啦。你看，也是流流，没有很多人。为什么不要10点？昨天这样子上去已经很多人，应该这么说。如果只有一天时间，就做 connector 就好了，两个都可以走。很多人都是一天有2个，你不要走 trails， 你只是湖边拍拍，半小时一个小时拍完，然后你就坐这2个湖之间的交通，再从另外一边坐回这个停车场。但是你的时间有限的人可以这么选。或时间像我们这么充裕的人，我们刻意就是一个湖一天，只要秀你的 QR code 就可以直接，你要去换票。然后那一台是我们昨天打的，很红。可以手伸出来吗？你看我们现在晒这么黑，这个就是完全没有补水，我们像老人家的手。那你的手又比较好，我比他好。我现在晒得很黑，然后他也很黑。欢迎来到东南亚度假，谢谢。我们本来说要来避暑，结果我们一点都没有避暑。今天的体感都30几度，我都已经全副武装，袖套、帽子，这是我。所以7月初就已经热成这样了，不知道后面会是怎么样。时间有限的话，你这就可以去2个。那个票。Hello. Hi. You guys have any bear spray on you? Bear spray? Nope. No. Okay. Great. Thanks a lot. Moraine Lake 在前面，右边这个第一个是 Lake Connector。如果你要去 Lake Mead 的话，到这里。后面的是要到 Park and Ride。Here you go. This is the one. Yeah. 这个 Large Valley。因为今天天气真的是一样很热，所以我们放弃。因为这边也有告诉你，如果你走这个的话，大概3.5到4个小时。那加游玩拍照的话，可能要再多加1个多小时。而且我们今天要换营地，所以我们决定只走这个0.4。他这边的建议是什么？0.4，1个小时来回。你很想看到这个的呢 ？I'm not going to the OK. Okay. Chicon.Cheap. 3, 2, 1, beep. 当然。有人在划船呢。当局规定，前往 Moraine Lake 的游客必须搭乘接驳车，所以我们跟昨天去 Lake Louise 一样，在 Park and Ride 搭车。如果你还没看那集，可以点上面的资讯卡。到了之后，我们先去资讯亭查看景点步道地图，还看了提醒大家注意野生动物出没的海报。这个季节是旅游旺季，也是野生哺乳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它们正忙着觅食、找伴侣和繁衍后代。讨论后，我们决定改变今天的行程，因为天气炎热，加上来回可能需要5到6小时，我们先选择了最短的0.4公里 Rock Park 步道。这条步道很有名，因为它可以从制高点俯瞰 Moraine Lake， 而且它的路线还与前往 Constellation Lakes 的步道部分重叠。这集的重点是记录我们在 Rock Park 步道和 Constellation Lakes 步道的实况，并带你一同探索这两座湖泊的绝美风景。我们现在正在 Rock Pile 步道上，四周全是大山，感觉就像被大自然环抱着。今天也是我们要换营地的日子，在班夫国家公园的 Lake Louise Softside Trailer or Tent Campground， 我们已经住了2晚。接下来我们要去 Johnson Canyon 营地，只住1个晚上。
这是一个小提示，因为我们即将探访的是峡谷地形。在这系列影片中，我们还没介绍过峡谷地形，所以敬请期待。走了大约15分钟后，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蓝的梦幻、不太真实的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梦莲湖。这里是 Moraine Lake， 非常漂亮哦。它的中文名字很浪漫，让人觉得最美的景色只能在梦中看到，因为没人能阻挡你的想象。Moraine Lake 是个冰川湖，位于石峰山谷下，海拔1884米，湖泊面积约0.5平方公里。它和 Lake Louis 一样，是班夫国家公园的两大扛把子之一。下一站我们要前往 Constellation Lakes。步道的路径很明显，但沿途会经过一些大小不一的碎石区。进入步道前，我们看到一张棕熊图案的告示牌，这很明显是在提醒游客注意。不过，告示牌上写着建议大家最好4人一组结伴同行。你可能会问，我能不能一个人走？这就看你自己了，毕竟这只是建议，不是硬性规定。这个季节野生动物正活跃，如果你真的很幸运在路上遇到它们，那我只能说保持冷静，互不打扰最好。现在已经是正中午了，不知道正在看影片的你能不能感受到外面30多度的高温呢？我们接下来会经过一段碎石坡。你要洗脸吗？好啊，跟后面的是对的，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有音乐。对了，大家知道怎么分辨黑熊和棕熊吗？其实黑熊和棕熊最大的差异在于体型和肩部隆起。棕熊通常体积较大，肩部有明显的隆起，黑熊体型较小，肩部不太明显。还有棕熊的爪子较长且弯曲，适合挖掘，黑熊的爪子较短，多用来爬树。是不是很简单啊？真正记住这些特征，我建议你亲自来一趟这里，只要看过一次，你就永远不会忘记。我以前查了再多资料也记不住，直到亲眼看到才真正加深了印象。这次我们没带小喇叭连接手机放音乐，只带了哨子。当我们不想讲话但又想防熊的时候，就拿起哨子吹个几下，这真是个好用的工具。我们这一天的中餐还是自己准备，现在来听听大家对这顿午餐的评价吧。午餐就今天早上看到的一堆的那个有的没得的料，看起来就超好吃。你自己满意你自己做的午餐吗？最后加了什么？半个之前会吧，那你觉得好吃吗？好吃啊，我好饿。嗯，哇，好吃哦，好吃。礼拜。你的头发。哇，好美哦！欢迎来到马林温泉。马林温泉哪那么大？又在走这种石头了。马林温泉就是这么大啊，你就是要自己那里踩东踩踩西踩踩。你说马林温泉很大，马林温泉石头更大。有啦有，就是这么大一个。Pork， 要转圈吗 ？Look here，Look here， 耶，这样，然后转，大家都有机会了呀，耶，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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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the same. Right here. 哦，山景也很美。这么的美，跟我妈比不起来。乖儿子，我这边有很小的小朋友，因为这个美太美了，厉害。那石头外面太大颗了吧？方形的，好夸张哦。然后那个也是，
那一刻也很夸张。你把我们两个拍了吗？我们两个已经站在大石头了。探险组，他们准备要去看那个雪。Give up, give up。两个人非常疯狂，今天晚上那个大石头上面，他们疯了。有在这里，然后你看他们有多远，离我有多远，他们真的是很疯。这很多了，这个应该是我这动作最危险。你觉得这是最危险的吗？还好，还好，还好，你已经很勇敢了。不管怎么你不来了。Chicken。Beef。Pork。呀。我们有多高呢？首先我们是这样子，你们一定觉得没有什么，刚刚那一块方块我们爬上来，这个石头是这里面最高的石头，你看这里有多少石头，这是最高的。他还一边在上面这样吃点心，有没有很臭、啊、臭好好吃哦，好好吃，留一点给 Chickman 吧。很疯狂的两个人，往近，在这里挥手，他们多远？非常的炎热，体感温度应该有38度吧，我想，在外面被晒伤，只有前面那个冷却不冷的空间，不像我帽子、全部袖套，真是热死了。人家是来加拿大避暑，你是来这里去被冻的，我的妈，这里很漂亮。Yeah, you did it.I'm a man. Yeah, you know she can fight. Well, she can fight. Cause she got the stick. 在我们返回 Moraine Lake 接驳乘车处的路上，烈日当头，我们被晒得满头大汗。就在这时，我们突然发现几只土拨鼠正慵懒地晒着日光浴。相比之下，我们只能用羡慕的眼神望着它们。它们如此 chill， 完全不怕阳光的曝晒。随着我们沿原路返程，这一集的 Moraine Lake 和 Constellation Lakes 步道之旅也渐渐接近尾声。我们的旅行还继续，下一次我们会探索哪个景点呢？敬请期待，下次见。